北方面的消息咯，这刑事局长伫这台北万华来侦破到一个这个地方的角头帮派，这是万华这头北处啊。啊，总共是一捆下都抓到17个嫌犯咯，都亲像电影网咖共款，这人都聚集伫个在地下啊，强迫人的店家爱用500介绍买因的卫生纸，人也无买，就甲讲掉。电影网咖两个帮派伫华西街大车拼，回到现实的世界伫网咖地区，确实有角头帮派存在。刑事局长侦破了网咖头北处帮派集团，发现因不但伫当地结群，党派更加涉嫌以暴力恐吓来讨钱。当地将近300多间阿公店高价强卖水果、酒水，甚至于啊，这个收集保护费，他利用这个卡拉 OK。灌唱片的版权问题啊，变相的收取保护费。这阵黑帮分子常常带着手下，强迫店头来买价钱较悬的日常用品，一包粪扫袋啊卖1700，还佫有强行推销卡拉 OK 伴手带，每3个月付18000版权费，变相收取保护费。无买买店头就会将店家弄个密密麻麻，施暴甚至威胁要关店，每个月不法的获利超过了1,000,000。并在蒙甲公园啊。他设了一个流动赌场，别人不能赌，别人去赌的话，他要收保护费。刑事局收证1年外时间，这礼拜逮捕17名嫌犯到案，但是帮派犯罪表现却是无要无紧，警方已经将因依照恐吓处罚、强制等罪嫌，将伊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